还记得加冠典礼上宣誓着南丁格尔的誓词，于谨以至诚，于上帝及会众前宣誓，终身纯洁，忠贞职守，尽力提高护理标准。我是蛮担心一件事的，因为之前我是都在急重症单位嘛，那现在当调过来长照单位，我怕我没办法胜任嘞。我相信以你急重症的经验的话，可以让长辈们得到更好的医疗的护理。我相信你可以胜任，不要太担心。这个车好安尼啊，啊都弄一个怎安尼？那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妈那时候46岁突然脑中风，到现在已经中风25年了。一开始她生活也没有办法自理啊，我们全家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。还好哦，她那时候真的很积极的复健，到现在还可以走路到隔壁家的阿桑家聊天呢。我今天我告诉你来。非常欢迎我大家今天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阿中的个案讨论。想到一个名词，就是这个轻症症候群，帮忙我们团队看可不可以说，在这期间哈，可能大家辛苦一点，尽量给他一些安慰，然后多关心他，让他认为说真的像这个家一样。我们的那个复健的部分啊，像阿中他参加我们的运动治疗的时候，治疗师们也会一起就是协助啊，像比如说一些简单的阻卡，那他比较可以跟人家做沟通。再配合上一些熟悉的旋律，还喜欢吃香肠，可是为了他的体重啊，他的健康着想，我建议说我们可以提供他低卡的菌落香肠来给他做鼓励。再开个跨团队讨论会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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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、啊、OK 那这个营养师准备的菊落香肠好吃吗？好吃好吃哦，来合胃口啊。啊，那没事 OK 吗？之前担心不能胜任，现在呢？其实刚来的时候会很担心啊，不过看到阿中就是进步很多，而且其实大哥对阿中也很好，真的就是不离不弃，一直在照顾他，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信心大增。以后吼，这种小问题吼，交给我就搞定了，小 case 你很大，对啦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上天给了我这个机会去帮助别人，让我非常的感恩，也让我体会了阿中的真，跨团队照顾的善，以及护理的美。